一个视频将你搞定到期所有角色、武器、摄影物搭配，直接把饭喂到你的嘴里。兄弟们，点赞关注，方便随时查看。雷电将军武器：剃草之道光、河浦渊、鱼获、天空之极。摄影物只推荐四绝缘。神里灵人武器：拨乱月白金晶、黑剑。摄影物：赐予响或四绝斗。八重神子武器：神乐之真意或流浪乐章。摄影物：两如雷加两追忆或者两绝斗士。珊瑚宫星海武器：不灭月华、视作金魄。摄影物：四海染或者四千岩。荒龙一斗武器：赤脚石溃鼠、吃骨剑。摄影物：滑管四件套或逆飞的流星四件套。五郎武器：终末接探之师、祭礼弓、西风猎弓。摄影物：滑管四件套，也可以用宗室四件套。萧弓武器：飞雷之震弦、弓藏、破魔弓。摄影物：追忆四件套或鱼响四件套。早佑武器：狼墨、祭礼大剑、视作古华。摄影物：四风套或者四少女都是可以的。九条沙罗武器：终末接探之师、祭礼弓。摄影物：四宗室或四绝缘。托马武器：剃草之道光、鱼获、西风枪。摄影物：四宗室或者两千元加两绝缘。神里灵华武器：雾切之回光、天幕胆影刀、黑岩长剑、黑剑。摄影物：四冰封或者两绝斗士加两冰封。以上就是到期所有角色的武器摄影物推荐了，都是当前版本的主流玩法。如果有不懂的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鱼儿会尽量给大家解答的。